小霸王吗？咋的？咋被打成鸡成小霸王？你倒是在现场啊！那个人身高一米八，体重一百八，那叫嗖嗖嗖！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东西呢？小朋友饶命啊！小朋友饶命啊！不要打我脸！少废话，箱子呢？啥箱子？别打我脸！箱子被那小朋友拿走了。是他吗？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是他，我用我的脸担保。小心点。艾哥，不是说一米八吗？我不能吹个牛啊！好，同学们，看看谁能把这道题解答一下。老师叫你去猜吧。好，林秋南不错。你干什么？是让你把黑板擦了，回去。我也不知道，问问他。走。哎，秋南，你跟我们说说呗，你们那边上课什么样？反正不是你们的呀。那哪样？我们平常没有家庭作业，而且我们比较自由。要不等下你跟老师说说，我们也想像你那样上课。好吧，那你们得支持我哦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定的，我搞定。林秋南，请坐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们上课应该可以随意一些，自由一些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对不对？秋南，你先坐下好吗？老师，他们都支持我，支持我的请举手。请同学们把书翻到35页。林秋南，干嘛呢？别跑！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嘿，大哥，你是天天在学校里欺负这个打那个的，怎么你还不高兴了？我没欺负人，是他们先欺负我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啊，好。
就算啊，就算是他们欺负你，那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？啊，给小龙女的。嗯，以德服人，上来吧。嗯。同学们，注意力一定要集中，反应要快，传球要准，来，接球要稳，是吧？上次上课的时候，安老师、袁老师，请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帮帮忙，过去吧。同学们，我们请二位老师帮我们做个示范，好不好？好。安老师，我呢把球传给您。接住了啊！好，接住！好，哇，哎呀，安老师，您这个反应力太快了！来来来，给，都看到了吗，同学们？这就叫反应力。杨老师啊，我们做个示范。好，没问题。我那一会儿把球传给你。哦，同学们看到了吧？这个袁老师注意力不集中，反应力过慢，还好吗？没事。那咱接着来。接住！去！我！我！看准了！跟警队我对整齐了。接住！慢慢走，走你！去！走！去！怼不死你！尝尝我的肉。可香了，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，你陪我去呗。咦，阿仁老师，你还好吗？哦，没事了。阿仁老师，这儿有肉。吃吗？我不吃了，谢谢。好好哟，舅舅，你在追安然老师呢？别瞎说。在很多电影里都是这样，喜欢就直说，不喜欢就拉倒。安老师，我觉得你跟我舅舅挺合适的，你们两个就在一起吧，一定要在一起，一定要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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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起。他说什么呢？在一起。在什么一起啊？一起！学校里边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松开！你把手松开！你干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你牵着他的手。我，哦，对不起，安老师。你说你拉拉扯扯像什么话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这是学校，怎么坐下？啊，袁老师，是你让孩子这么做的呀？不是啊，你可拉倒吧！什么不是？就这种伎俩都是我马拉松玩剩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让安老师多难为情啊！你让安老师多尴尬呀，对不对，李老师？你这像什么话呀？啊，安老师，你看还把安老师给气走了。安老师，论颜值，论气质，你比得过我吗？你还是放弃吧。哼，安老师，安老师，安老师。舅舅，你吃点肉吧。吃什么吃啊？这是我的肉，你这人呐没眼光，一点都不知道珍惜眼前人，你就活该单身一辈子。你不配，舅舅，叫叫什么叫？别喊我舅舅。
你知道你给我惹多大麻烦吗？你让安安老师多尴尬。舅舅，你是不是没吃上红烧肉就生气了？别理我啊，别跟我说话，别靠近我。上马老师的跆拳道课了，我也是，马老师太可怕了。让你出来！啊！呀！上课。起立。立正。敬礼。老师好。压腿准备。别给我偷懒啊！谁要是偷懒，我可罚你们。好好做。甜心。啊。后腿后腿抬起来。挺胸抬头看肩膀。让你平时偷懒，这会儿知道疼了。别站着，下去，下去，抬头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马老师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你再说一遍。